好，顺序已经开放了。我们今天先把想手讲完，再来讲职业吧。那首次首奖励呢？就是我们的一个绝品的昊天弓，橙色极品橙色的一个武器，还有坐骑炫酷，酷炫坐骑啊。首次手持奖励，昊天弓，有忍龙具吗？我们要不要讲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讲忍龙具还是要讲昊天弓哎。首次处置奖励，昊天弓。啊，不然就是忍龙具。我觉得忍龙具可以之后再讲。那、啊、不然我们先讲那个武器好不好？很帅的，先分享手持。又等了。好像有一些时装商店。我那个叫 Ebo 的还跟他聊了起来，千里眼，这是我们的大学吗？帅啊！觉得很空虚，没人拉拉了。